3月15日，2018亚洲顶级专业娱乐选秀《一零娱乐》第7届璀璨之星记者会在上海盛大举行，现场观赏云集，星光熠熠。知名歌手叮当、国际名模林嘉琪、一零娱乐艺人、电影女神赖琳恩、性感甜心陈玉乔、一零璀璨之星大赛优胜者演员廖艳龙也参与出席。大家也是很关心叮当接下来的新计划，什么时候发专辑呢？叮当透露，最近在筹备音乐剧。2018年，大家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叮当呢。新剧《搭错车》也会跟大家见面，期待满满哦。最近的新计划就是大家都在问我说什么时候发专辑，今年会发，已经陆陆续续在录专辑了。然后最近也在筹备我的音乐剧，所以2018年庆幸大家会见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叮当。所以搭错车哦，这部剧可以跟大家分享，叫做搭错车，大家相信大家一定都很熟悉了。希望到时候有机会可以来到场，嘿，可大家机迷。众所周知，叮当曾唱红了多部影视作品的主题曲，深得大家喜爱。对于这次选秀，也给选手们非常大的鼓励哦。当然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，我觉得在艺林这个平台上，最重要有很多的专业的知识，然后有很多的课程可以不断的去加强自己更多更多的内在。我相信身边的几位应该是非常非常有感受的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能够有更多专业的一些提升，然后可以能够展现更，就是我觉得应该算是让自己能够可以发光，更加发亮。